这一次跟以往的作品比反差都还蛮大的，从影像风格是做了一个蛮大胆的一个尝试，偏压抑，然后呢更浓重，画面包括造型包括置景美术不停的是在改进和磨合的嘛，这样的一个题材就让人觉得哇好新鲜，好像看剧本的时候就看到了一些很美的一些场面，在中国特别少见，有一个耳目一新的一个感受。造型和服装的设计上呢，我们大量的运用了传统的一些工艺，包括衣服的款式，包括一些刺绣的这种工艺，或者从色彩上给它做一些设计，还是想点缀一些气质感的东西。沈之恒这个角色穿长衫是最符合这个人的。我们的定妆过程是非常艰难的，要达到这种符号性和特征性，就必须去不停的去磨合。然后像野草一样野蛮生长，就是符号者。在米兰的造型变化当中呢，发型是主要的变化内容。中期的时候，我们加了一些变动，特别像假小子的一种短发。能达到我们对米兰那种重生感的一种表现力，这个是肯定从来都没有见过的。算了一下，大概有30多套大襟儿啊、袄裙啊，或者是旗袍那种，各种风格都会尝试一遍。服装设计都很精致，我们的造型真的很用心，全都是精心搭配的，还是想给观众带来一些新鲜感。这个新鲜感特别好，沈之恒家600-700平米都是搭建的，从门口到书房基本上都有2层楼高了，大大的釉面砖，人走上去以后就拉着长长的影子，就感觉是一个孤独之王。第一阶段都是各种文物，米兰进驻以后绚丽的颜色就已经出现很多了，4000多个不到5000个视角镜头，三维很重的镜头大概占到一半以上，芦苇荡啊，火车啊，火山，差不多90%的还原了当时的概念设计。想要就是营造出一种清冷的一个氛围，所以我们选择了在就是最寒冷的冬天，每天都是要下着雪拍这个故事。先追溯这里，大家都是投入了非常多的心血在这部剧里面。好，其他的都很好，清楚啊。OK。每天都是非常辛苦的制作，非常辛苦的拍摄过程。小木木呢？哇！我们所有的故事几乎都发生在黑夜，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基本上就是说完全的日夜颠倒，对人的整个身体啊，包括精神啊，生物钟啊，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。每天拍到早上收工，到这儿来拍木里花。我非常希望呢，这部剧能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体验和更多的新鲜感。故事情节挺特别的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。